眼镜刷帽见吗？这辆车啊，车主讲他在 highway 驾到一半的时候直接失火，然后他的那个灰色 switch 的那个黑油灯亮，然后就 start 不着，停了一下子又能 start。那我们先检查他的 oil pressure switch 和他的 wire 先啦。检查了 wire 和 switch 都没有事，我们来 start engine 看看。上了车过后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只是稍微有一点难着车。这一次上着车过后，很明显的我们可以听到那个 starter 还摇着不放，原因是因为这辆车它的 system 是跑 push start 的，所以那个 starter 它感觉到我们的 engine 还没有完全着车，所以那个 starter 还一直的转。初步的分析应该是这里 engine 要 jam 了，它比较紧，所以那个 starter 它一直转着不放，所以现在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下手去检查。打开了油盖，好像没有什么看到有黑油跑上来这样。你们可以看一下右上角那个视频，我是拿别辆车来给你们做对比，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一辆好的车打开了油盖过后可以看到很多油跑上来的。当引擎热了过后，所有东西都开始膨胀，所有东西都开始磨损的后，就完全 start 不着了。眼镜刷帽见吗？忘 belt 了吗？多多 belt 忘了。start 了又 miss 了，整了，刚才你们看到整个 engine 那边整发抖，现在怀疑是 engine 要 jam 了，所以拆掉这皮带来 test 一次看。买了300多千了。好邪了，又有 KFC 吃了。I don't really like